眼睛无神与尾纹明显上眼睑皮松弛眉下垂中了几招。最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但又不用在脸上费大功臣的方式，就是拥有一对好的眉毛。用了很多三无产品，花了多少冤枉钱，都改变不了这些问题，又让人困扰了许久，那该怎么办？听过隐痕提眉术吗？不知道就 out 了。什么是隐痕提眉术？提眉是将上眼睑下垂的皮肤部分驱除的一种隐痕提眉术。是否自己适不适合？眉部皮肤松弛的人，上眼睑皮松弛，改善上脸形态的人，纹眉之后留疤，效果不好，想修复的人。一次隐痕提眉术，三个眉点，驱除鱼尾纹，修改眉形，丰富眼神，可以看起来更年轻。上眼睑皮肤松弛，想变美的你可以不用担心。一、简便、安全、恢复快、无痛，又能彻底干净去除坏眉。快来询问我吧，给自己一个美丽的机会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相信我们的专业技术，让素颜也知道自己有多美。